好，继续来看，伊是在行动回馈社会，做好乡亲冠名，中华在地企业地刚立青公司以及真龙茂先生，分别是来关注着小型的化学水箱车，甲小型的水箱车，借此抛砖引玉，让更较侪有意愿从事社会公益的民众甲企业，做回来回馈乡里。简单隆重的关键仪式，分别是咱彰化在地企业地刚立青公司，以及要来完成父亲遗愿的曾龙茂先生，大方来捐两台消防车。希望能够减少一些灾害的这些损失也能够增加我们彰化县的幸福，能够再多一点哈。那他希望说有能力的时候，能够呢来扶持社会。那我的弟弟。龙茂，他继承了父亲的志业。县长王惠美表示，政府资源有限，感谢在地企业和善心人士爱心协助公部门来充实消防救灾能量。那地刚公司分别在106年的9月以及107年的5月，也捐赠给我们福兴乡的一个救护车一辆，以及200颗的助警器哈。曾龙茂先生也为了完成他爸爸的一个遗志哦，分别在107年的5月、108年的1月，捐赠给我们园林西区园林分队各一辆小型的水箱车。今天消防局指出，善心企业甲人士捐赠的这两台小型的化学消防车甲水箱车，将分别配置伫大川消防分队以及河美分队，强化地方消防救灾能量。大专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。